I myself am freezing with some cold sleeves. Living my love like a hole. Yo, 机场，机场 bound. Here we go. 欧洲 ，You know what I'm saying? 现在是 GoPro. 不久后 ，we switching the camera, bro. 今天登机门在 C8。今天就是行程，就是先飞巴黎戴高乐，然后再转机到西班牙的 Valencia， 然后我们训练就在西班牙的 Calp， 非常漂亮的地方，到那再带大家一探究竟。传说中这个巴黎的这个机场的这个时空隧道，应该这样说吧。已经进到欧陆了，就是那个 security 经过了，真的有点饿，但是等一下飞机上应该也没有东西吃，所以然后到了西班牙之后要再坐一个多小时的车才会到，将近两个小时才会到Calp 这个地方，所以我买了一些东西带在路上，两根香蕉。香蕉蛋糕，鲔鱼的三明治，面 ，cappuccino， 还有大量的水。坐飞机要喝很多很多水 ，it's good for you。Getting on the plane。Oh, it's cold。I was in a cold dream。Got myself surrounded in some cold things. Got a test tomorrow, but I'm not clean. 你们一定好好奇，究竟车队到底有什么东西？这个部分在这个这边的行李箱收到了一些东西，真的蛮多的。比如说像这个印有我这个名字的压缩袜，然后还有车队的名字，还有很多。隐藏版的东西，这是不用看，这是去年的裤子、衣服，一大堆，这个蛮精美的小东西，有空再一一的为大家开箱。今天三，哟，对不起，差点说三月，1月11号的训练，骑单车、骑车的部分训练刚结束，然后。等一下再过一个半小时之后，我们会有团体的核心的训练，然后就接着吃晚餐，然后就迎接明天。今天的骑程是3个半小时，然后明天会是4个半，后天会是明天会是4个小时，后天会是4个半，然后再来是5，然后才会休息这样子。趁着等一下。到核心训练前的空档去海边走走，喝杯咖啡，带大家去看一下这里海边长得非常漂亮。现在在走去咖啡的路上，然后之前前几个片段都发现自己镜头拿在下面，现在我拿上来一点，看起来可能会好一点。然后大致上这边长这样子，那边是我们的饭店。然后那边是山，对 ，as you can see， 然后这边应该是另外一间饭店。然后目前正在步行到咖啡店当中，海边就在不远的前方了。等一下就带大家快速的冲过去，要到海边了。有听到海的声音吗？听一下，就在这边。很漂亮的呀，是不是？这边只要买回去寄的明信片呢，看到那个小小的那个山丘，就是那个地方。那个地方爬上去，好像听说要1个多小时，好2个小时才到了那个最上面。然后如果你们在 IG 上面搜寻 Calpit， 就可以看到从上面拍下来的很多那种网美照，然后。
我是没有试过，但是有机会可以去试试看。我已经蛮幸运的，连续四年都来到这个同样的饭店，然后来到同样的地方来训练，所以这个地方算是有基本的熟悉，基本熟悉的程度这样子。对，再让你看一下，真漂亮，超棒。看一下这个衣服真的是蛮多的。Yo man,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e kid? Nice. You mind if you're a little bit naked in my video? No. Yeah. Okay, muscular. That's good. 这是刚收到这个第一批东西，嗯，还不错的感觉。这个好像不知道怎么带回家，真的太多了，嗯。真的是很正点的，正点。I'm myself a freezing with some cold sleeves. Never mind, love, love, hope.